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庭宇。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新冠肺炎对产业经济的影响正逐渐扩大，许多公司正掀起无薪假的风暴。上一回台湾曾经经历一次无薪假海啸，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时候。当时许多企业希望透过无薪假来取代资遣，不过因为法令的不完备，引发相当多的问题。而12年后，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台湾无薪假影响的人数已经以倍数增长的幅度突破了1.5万人大关。相关劳动部门都相当忧心，认为这是国内失业潮的预警。不过，在这一次的无薪假风暴里，资方出现哪些灰色的规避手段？劳方又有哪一些权益可以主张？有关劳工就业的产业结构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来看看独立特派员记者李杰林、张志龙的观察。劳工被出卖，劳工被出卖。 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台湾掀起无薪假风潮。当时这个新的价别所引发的最大争议就是，无薪假能不能影响基本工资？如果我们强制规定它一定不可以低于17280的状态的时候，对雇主来讲，他非常可能采取的方式是，他会直接用资遣的方式或者解雇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一个议题。 面对新的价别，当时的劳委会不但无法在第一时间掌握无薪假人数，更一度表示，只要劳资双方合意放无薪假，薪水可以低于基本工资，引起各方抨击。虽然我只有做1天，可是我其他4天我一样被你绑在这里，被你绑在这边，嘿，是你没有劳务可以让我去，没有工作可以让我去做。如果他应该得到17280，也是公平的。 当时的劳委会迅速改口，也确立实施无薪假不得低于基本工资的原则。同时，在民国100年制定《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应行注意事项》，作为台湾企业放无薪假的守则。时隔12年，因为新冠肺炎，无薪假再度冲击就业市场。然而，这一次劳工就业情势却更加严峻。 减班休息未通报。一大早，劳工团体就开始聚集，因为他们发现近期出现许多过往没有听说过的假。许多的企业，他们都不选择用劳动部他们所建议的劳资双方来协商缩减工时，反而巧立名目。劳动基准法里面，它有一些假别是事假。 以及婚假、丧假、特休，那些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去名列在劳基法的假别里面。像我们有接到很多申诉，他放所谓的特殊事假、不知薪防疫假，所谓这些名目，你去查所谓的劳动基准法相关的劳动法令，其实都没有的。最近出现的新假别包括以月为单位的特别留职停薪、以日为单位的特殊事假、不知薪疫情假等过往没有的假。 强迫你一些你在劳基法以及说相关的法令与法无据的价别，强迫你放休，就实质上也影响到你的收入。如果参照劳动部的因应景气协商缩减工时的部分，它其中有一个保护的目的，就是说你仍然保有基本工资。好，现在基本工资是23800元。好，如果你实施这个机制的话，你还是有这样的基本收入。 如果你是比较基层的劳工，如果你一个月多放了2到3天的所谓的巧立名目的特殊事假，以及说防疫不知薪假，很大的可能会低于所谓的23800。位于桃园的华山空厨，原本一抬头就能看到繁忙的空中交通，不过近期华山空厨的天空很安闲。 今天啊，我不知道你们一定都是提前被下班，提前被下班的。虽然是玩笑话，不过却真实的反映了员工近期的工作处境。是没工作，你是没工作，所以大家也想说啊，鼻子摸着啊，算了。上个月25号休到现在，还没上班。用什么假？啊？没有上班用什么？休年假。围着工会理事长，会员们抱怨着近期的工作状况。剩下不到1/10的产量的时候，大家都是真的比较没有事情做了。那会员最近跟我反映的就是，既然如果没有事情做，其实我们也都愿意共体时间，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就我们根据政府的一些纾困的补助措施，我们就依法来申请，不希望公司就是 另外立一些，比如说像什么特殊事假之类的，然后就说没有事情，然后每天来个1-2个小时就叫你回去，这样对于会员来讲，他是没有什么保障的。他甚至于有一些薪水比较低的人，他可能都领不到基本工资。最后呢，牺牲的还是我们这些基层的劳工。 被提早下班，被排各种休假，工会不得不召集会员讨论与公司协商减少工时。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应行注意事项，民国100年就有了。那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就是说今天是劳雇双方我们一起合议，把整个月，因为我本来可能单周40公时，然后一个月要多少 天，那因为景气的关系，我可能要多休个几天，那可能会减少一些薪水。再怎么减，就算整个月都不用来，他也要有基本工资。劳雇协商合议保障基本工资，是实施合法无薪假的2大前提。而无薪假合不合法，更直接影响劳工能不能申请相关的补助。 现在政府的所有纾困，所有的门槛都设在我要去劳动部有通报列册劳工我才补助，所以这些最辛苦的劳工，他根本连这个劳动部的补助都看得到吃不到。目前政府针对减少工时的劳工提出的纾困措施，主要为充电再出发训练计划以及安心就业计划。充电再出发训练计划以3个月为限。 受训劳工可以由每小时158元受训津贴，每个月最高时数120小时。换句话说，受训员工每个月最高可以有18,960元的受训津贴。安心就业计划给付期间为3到6个月，主要补助投保薪资与无薪假协议薪资差额的50%，最多每个月可以领1.1万元薪资补贴。换句话说，安心就业计划不必受训，每个月就能多出一笔补贴。 不过，这2个计划劳工只能2选1，同时申请条件都必须是正职劳工，企业也要完成实施减班休息的通报。我们一定要再三的提醒，就算你放了所谓的无薪假，申请了缩减工时，务必，第一个一定要遵守所谓的最低工资的这个给予，这个是最低的保障了。那第2个，在劳资 当中的这个协议书，也就是这个协议书的内容，你要叫聘叫假嘞。我们劳动局就是说，收到了你这个报备之后，你完成了这个报备之后，我们还是会做一些例行性的，不要说劳动检查，先去做核实嘛。公文上再次提醒雇主，不能片面实施无薪假，以及薪资不得低于基本工资。同时强调会在缩减工时期间派员检查。 这样的公文是台北市劳动局近期针对实施无薪假事业单位经常发出提醒的文件。然而，受无薪假冲击的劳工也在4月中旬突破10000人。根据劳动部截至4月16日对无薪假的统计，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攀升比率。与4月10日的数据相比，无薪假实施家数368家，短短1周内暴增至588家，影响人数也从8559人上升到14821人。 其中以住宿餐旅业最严重，有150家4495人；其次是批发零售业135家2101人。两者无论是家数或人数，攀升比例都相当快速。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民生工业实施家数从12家上升到24家，人数从432人上升到1520人；艺术娱乐以及休闲服务业实施家数也从7家上升到15家。 人数从170人扩增到917人，都是倍数攀升的产业。至于无薪假实施的地点，依然集中在双北地区，比例是攀升的很快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预估会不会有接下来的一个疫后的失业潮出现？对，因为事实上很多的中小企业在这一波的疫情之下，事实上真的是有点很撑不住这样子。 劳动部门将大举攀升的无薪假数字视为未来失业潮的预警。今年2月份全体失业率为 3.7%， 似乎没有明显变化。不过，从受雇员工的数据来看，今年1月份住宿及餐饮业的受雇员工有 50.8 万人，2月份有 49.2 万人，短短1个月大减 1.6 万人，高居所有产业类别之冠。其次是批发零售业，1个月内也少了5000人，服务零售业就业市场受创明显。 上班就是每天在踢取消单，每一天，对，就是每一天都在把订单抽起来，很惨哦。抱着憧憬，今年1月底，原本从事补教工作的蔡小姐进入一家小型连锁旅馆从事柜台工作，没想到原以为的稳定一下就被打破。他们就会跟我们说，比如说像5、6日或者那时候228连假，照理来说那个画面上30几间都应该要是满的。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看，永远都是可能最多到15吧，就很多了。对，就是4条，可能顶多满2条，满2层楼就很多了。然后我那时候，因为他们就会一直跟我说啊，可是就是以后忙的时候可能会怎么样，然后只是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前画面满的时候怎么样。但是因为就是我这1个月就完全没有经历到，对，甚至会就是闲到一个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教我什么，他们都说以后如果客人来了。 再教你，但是就没有以后了，好伤心哦。空荡荡的旅馆大厅，没有游览车的停车场，人潮退却的观光景点，每个画面都无声说明了疫情对内需服务业的冲击，而这股冲击甚至没有给第一线的从业员太多缓冲时间。 我会觉得能撑多久是多久啦，对。但是就是他就直接跟我说，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没有办法。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宁愿多给一些，就是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对，资遣费。对他们宁愿多给资遣费，也就是也觉得至少我断在这里。蔡小姐的新工作维持不到2个月时间，雇主宁愿给付资遣费，也不愿意释出职缺。 蔡小姐只好重回补教业。疫情冲击第一阶段可能就是内需导向型的服务业哈，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情呢，已经从正央呢从中国大陆转移到欧美，最终才会消费市场。那如果说这个欧美的需求萎缩的话，其实啊，我们台湾经济增长的主力哈，也就是出口导向型的这个制造业呢，未来订单的能见度呢，都会相对的有限。 以国内3月份出口金额来看，依然有282.7亿美元，不但是历年同月第3高，甚至比2月份增加了11.4%。出口量看似未受影响，不过根据国发会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观察，3月份指数虽然攀升了0.4个百分点，达到53.1%，维持扩张态势。不过新接订单数量、人力雇用数量指数都下降。 而对未来6个月的展望，指数不但延续2月份的大跌态势，更创下2012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快紧缩速度。而在疫情对产业及就业市场都带来阴霾之际，也有学者认为，去年美中贸易战反而为台湾产业带来契机。我们看到很多台商，他其实是这样，他在中国大陆有厂房，他在台湾也有厂房哈。那是因为在中国大陆的生产比较能够管控它的成本，所以他在台湾的厂房可能就是停工很多年了。但是因为贸易战的关系，他把他的产线移回来，好，很多的产品本来在中国大陆出口，现在转由台湾来出口到欧美市场。 以针对中国台商设置的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观察，截至今年4月7日为止，已经有178家通过审核，总投资额7397亿元，预估可以创造61225个就业机会。不过，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资讯、金属机电、民生化工等较具技术门槛的制造业，对基础制造或是服务业的就业益处有限。 1904号，请到19号柜台。临柜到现场的民众，他可能在等候服务的时间，他会等得比较久。那采用预约制的话，其实他就可以非常明确的在某一天的哪一个时段来，就可以立即得到我们的服务。那预约制的好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服务员这边可以先了解民众他的一个个人基本资料，以及对他初步的一个就业需求这边做一些了解。还是你之后再印给我也可以。啊，礼拜一拿给你看。新北市的就业服务中心采取预约制。 对于失业数字有没有攀升，有第一线的体会。就以往我们在板桥站的预约的话，民众他原则上呢，大概会是需要等到3到5天，其实就可以获得我们这边的服务。那因为目前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加上可能清明年假的关系，那以今天我们在预约的话，可能就必须要排到4月中旬的一个状况。服务量的增加反映了失业人数的上升。 许多地方单位也开始释出短期就业职缺。如果短期内他如果没有办法安排到相关工作哈，啊，我们也会提出一个公部门的短期就业方案，来提供他工作机会，大概6个月，好，每个月大概也有领到27000多块的收入。刚刚你有提到说公司是因为武汉疫情影响，所以公司收起来嘛？那新北市政府这边也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安置计划。 他的工作计划的部分呢，他是在新北市政府这边做短期，大概3到6个月的工作。那不晓得说您之前做的那个工作，会需要用到电脑吗？ 面对疫情，情势难变，中央及地方纷纷推出各种对企业及劳工的纾困，只为了力挽失业潮以及结构性失业的出现。上一次的全球失业潮出现在2008年，当时的金融风暴让台湾失业率从3.91% 一路上升，飙高到2009的高峰5.85%。 后来，整体就业市场花了5年多时间，在2014年，台湾失业率才回到金融风暴前的水准。目前，因为无薪假的实施，延缓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相关的发展。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